姐夫，嗯，如果给你几个选项，让你周六带谁出去玩，你选谁呀？A，我姐。必须带你姐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裤子穿反了！哪里呀？我的妈呀，这是啥造型啊？这恐怕是个傻子吧？同意这是傻子的双击加关注哦。没啥事儿啊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，又没啥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又没啥事儿啊。你他妈是不是新来的呀？你咋知道呢？你瞅瞅你他妈给我插的呀，我插这么多针了呢。哎，美女，请问哪边有厕所啊？前面有两条路，路的旁边就是厕所了，谢谢。说两间房子一样宽，大门常开也常关，房里能容千万人，不容沙粒儿在里面。猜一个人体器官，聪明的你能猜到吗？进来的朋友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就是女人向男人借什么东西不用花，而且男人还心甘情愿的给呢？评论告诉我。抬起头望一望，天与地亮茫茫，心中会有一种思念叫做哎，老婆，我来接你下班了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接我呀？来，赶紧上来，来。来，美女，安全呢？要不我给你付点车费吧？啊，没事，下次出门注意了。谢谢你啊。啊。